觉得我，你都没想到自己，我以为是59秒，觉得今天这个状态有所保留吗？有没有为？没有保留，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。知道这一年你的这个平复一下。我们知道这一年，其实你的身体状态并不是很好，其实非常的难走到这一路。对对，那现在觉得这个恢复到以前的自己了吗？已经是最好成绩的历史，所以我就用了这3个月，就是去做一个这样的恢复。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，真的太辛苦了，我真的有时候感觉我已经要死了。我的奥运会训练真的是生不如死，但是。但今天的比赛，我还是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是不是同时也对明天的决赛充满希望了？没有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那明天加油。好。知道你游了多少吗，傅园慧？58秒76，哇，太快了！我打破了亚洲纪录，非常棒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只比亚军慢0.01秒，其实非常有可能得银牌。那可能是我手太短了吧？那此时此刻，你最想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心情是什么？最想分享的心情就是，虽然没有拿到奖牌，但是并列第三。啊？第三啊？你不知道？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你是并列第三？我不知道啊。哦，那还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啊，那个这样的话，我还是想对以前那种在绝望边缘挣扎的自己说，你以前的坚持和努力，其实都没有白费。因为虽然今天并不是冠军，但是我已经超越了自己一次又一次，我现在腿都快抽筋了，就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